机器人努努怎么样？努努努嘛。站点站站点，我去丢个眼了。这边这个阵容应该会过来的。这机器人直接莫甘娜，我这东西挺恶心的呀。他们只要 Q 到一个，我们这边就没了啊。这下路有点东西啊，挺套路的。随便莫甘娜 Q 中，机器人接钩，机器人 Q 中莫甘娜接钩，然后机器人再接个 E， 哎，会玩。看他们走不走，对面这个一级团还是有点猛的，不走的话我们去蓝开或者去对面红开。这卡卡怎么还敢在这边呢啊。这个卡莎还没有 长过记性啊，他们走了，那我们可以回红开了。我努努打野，估计留了一个眼，他可能会来 Q 一下。没有眼吗？还真没有。好，晚一点会搞吧，不用不用上。努努两级。留个城去反他，这种不先刷野的，不过不一定能抢到，他有 Q 加城，他带了一个眼，不知道他有没丢眼，没视野的话可以试一下。十三了，这剑圣直接过来，那应该是有眼的，走了，直接改到抓上路去好了。等上路对拼起来，红怒鳄鱼，这波一定要先打。你骗技能，我上了抓不到的。他不先对拼没有用的，知道吗？对，对拼直接就有了。这种上单其实蛮自私的啊，把他拉了头之后还不让你吃经验啊，让你赶紧溜。吃低血，没办法了，对面这个中单直接过来了。技能全给了。我基本上每把我都要被中路搞，我们中路不会来帮我的。基本上啊，他有惩的。诶，他不用吗？这杀弄弄好了。哎呀，很高的。他怎么会先交惩？这个人先给技的呢？
后面有人在，不跟他打。不是吧？这没双招还把你杀了，有点离谱啊！野狼呢？没有。没晕住，再见。那我这个中路就等于一个打三个了吧？这个线上来把你游了，没技能还能把你线上再杀了，这个就很头疼了啊。这个就是打野最难受的一点啊。这线上不来搬没关系啊，他来抓我是亏着这个兵线跟经验的，不是这个丢了技能的，你线上能打出优势就可以了。结果他这个线上开始了，感谢想到再改吧送的飞机，谢谢啊。他多吃了一波线，没有双招的剑上把他宰了。嗯，等一波六号，他又要死了，我感觉。这种就是属于人菜瘾还大了。我赶紧到六，到六的话我可以杀他。我感觉他想杀我的啊，他有点不太对劲啊，他欲对我图谋不轨的。上路七级打六级也打不过，你别说我今天全是这样的，帮他拿了优势打不过，然后对面现在再来游你，对吧？队友挺相信我们的实力的，这把的话。今天全是炼狱模式，满血满路的鳄鱼。他要过来游我了，待会儿。还没看到。我不能丢视野，差点仇恨值被拉了。看到没？我这眼丢不到里面来，被卡了。这模型太大了，我这个先锋只要拉进来，对面看不到，你知道吧？我刚才怕鳄鱼过来搞我，他这个体积太大了，他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来，我还没来。没有来，一定要先杀剑圣。哇，这么高的伤害吗？我吐了，兄弟们，直接秒杀，开东西了。我都没干嘛，我就 QA WA 他就没了。这剑圣这装备我吐了，太豪华了。他是走那种一刀流的打法，哎，不过这种打法的话，我们还有翻盘的希望。这种打法你堆点护甲，他反而没那么好杀你。他是走攻速流，反而不好杀他。给再杀他一次，我吃个一血塔就不怕他。这次把他杀了就可以了。
好像放眼了。这种现在赶紧给他推了，不然这个亚索一直死。可以，这努努可能要来。这个线推了他就少死一点啊。龙要刷了他。等他们过来，舒服了，无敌。机器人没血了。大招。对，这破坏王杀起来是有点酣畅淋漓的，我没逞，杀起来就有点挡不住了啊！我们 W 没了，等一下。还好给他杀了。被这个水龙减速了，把铁板鞋买了。这努努好像出 AP 的，可以，就怕他们不走这个输出的啊。走输出的话伤害高，但是他也脆啊，我们反而更好翻盘。没有过来，我这不没二的，不好搞。这不一定要先杀莫甘娜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。我没有大，别硬追，打个闪就好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卡莎，他们走了。还有双刀在这边，卡皮没了。可以打两个工资装来。什么工资装都给我扣钱，你没有人性啊。这辅助的回扣你都吃啊。我记得以前工资装不扣钱的，我烫云手打工资装也是满钱的。这万恶的资本家啊，连辅助的钱都剥削啊，还有天理吗？
回来。有没看到我？没有的。这队友跟小鸡一样，你们别死，捡错人了，不应该换剑圣的。跑了一个，刚丢的也没走远，他在附近。这边我看到了，先把龙拿了吧。我有二可以走的，上不去好像丢大了。想啥呢？我都说了，这种一刀流剑圣，你出点护甲，他就有点吓了，回家了。先把15买了，这种打法的上限太低了，知道吧？不是下限太低了，很容易被针对。他要是走半路输出流的话，就很难杀他，我就没办法了。他走半路攻速流，其实伤害跟这种一刀流差不多。起来的话不容易死，来不来呢？现在好像没有在。完了，我被晕到死了，我大没开出来，捡了啊！我感觉不能捡弄弄，这弄弄的太废物了，我还不如打用本体的这样子。这弄弄捡了没啥用，我觉得。捡莫甘娜都比他好，捡莫甘娜还有盾子，有 Q。把他顶飞走了吧，等我复活。
主要是我用努努太容易吃技能了，吃技能的话被对面控到我就死了。来，大龙团。过来排演，差点那个伤害，这都给他溜了，打大龙吧，他没闪。但也没跳弹给他 A 了。先杀人好了。这怎么就没伤害的，哎呀好难这样。我感觉我得换双水银鞋了。这队友随便补点伤害把鳄鱼秒了就好了，我都控住打个半血了，对面都知道来针对我的，我们这边配合一下我就好了，把我一起先打死一个人我就可以捡灵魂了。怎么干的？直接闪下来二我的，去拿个小龙吧，止损一下好了。感觉这个小的也要没了，这样杀这个剑圣去，他把闪给了。他们这个点控这么多，没机会 Q 到他。直接恶灵给他杀了呀，他没闪的。
这剑圣要出来了，对。但又要没了，感觉一点作用都没有。然后我们买个复活甲了，停下来，队友出来了，你妈的，我捡机器人干嘛呢？机器人屌又没有，我老是点着点着我就点到换灵魂去了。其实捡机器人挺好，他装备挺好的，杀完了还能刷，应该能刷新吧，应该是可以的。这龙别给他们拿，把线带出去，我这波有护火甲。算了，最后三十秒，刷新不了嘛？刷新不了的话，感觉那作用也不是很大 ，Q 过去就没了。我就怕他们偷基地，现在他们要是拿龙魂的话，就追不上了。算了，给了。看到队友的样子，不像这个团能打。看到他们要是不打，跟我们来接团反而比较好。开呀！哎，他没给盾呢，都在脸上了，恶灵锤他呀！为什么要给他加上盾再恶连他呢？这怎么想的呀？早晚都是要恶连的。哎，吐了！刚才剑圣就在脸上的，直接把他秒了，然后捡他灵魂就好了。等对面把这个盾加上就更难了。哎，主要这个剑圣输出环境比我好多了，有人帮他吃伤害，有人打控，有人打先手，他都不需要干嘛。